经过三个月栽种期，大鼻乡南河社区用有机方式栽种的挂菜，现在准备要来采收了。不过这块挂菜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，产量减了三成。今年吼，今年暖冬，暖冬的时候一挂咸菜吼，啊，都较细个，像这只细个，嘿，啊，所以吼，嘿，所以的时候吼，产量会较减了三成，嘿。啊，三成了后无要紧啊，咱都品质绝对赞。这是咸菜用的挂菜，伫采收后，南河社区妈妈嘛开始无闲切挂菜，晒日头以后就会当暖盐来生咯。这强调健康安全的咸菜，伫社区努力下，真受消费者欢迎。一推出，真紧的时间就会卖完。社区理事长苏九川表示，今年量愈少，因预估过年前可能就会互人订完咯。哎，以上讲这个鼓励过年吼，进行十工都有啊。啊，所以迄阵啊吼，我有足侪来伊迄落，我看甲万家酒一个吼，我那水无啦，像讲旧年吼啊，嘛是足紧过年过，所以一个月啊都我那销售都无啊，啊今年我甲看，差不多应该过年这个期间都，甲旧年过年都差无啊啦。南河社区所生产的咸菜，因为盐的使用比传统的咸要一半以上。社区的妈妈嘛，教大家要煮进前洗洗的，就会当煮了。那是要煮咸菜鸭，就要等鸭煮好，才将咸菜滚一下，安尼就真好食了。咱鸭肉剁剁嘞，啊，好滚的时，咱它含咸菜、含鸭肉啊，甲落落，啊，滚一下，怎甲翕起来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哦，安尼就煮。酸甘甜啊，足酸甘的，佮会甘佮会甜，好食，会脆。因为安尼吼，爱咸菜较会脆，较好食。啊，你也爱滚伤久，咸菜串烂，安尼就唔好食。今年南河社区的无毒咸菜，现在嘛开始开放预订，预估伫过年前一礼拜就会当来出货咯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